编号 Y3085 《周可论十三点九条款十四点八后八点九》，这个呢其实都要请直抵大脆的一个落边证券手镯，手镯的这一段的冰润感还是比较足，这一段的名相对比较重一点点，所以说底子会有点偏干，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手镯的内部，在这地方有看得到一些白色的棉，分布整体还是比较均匀的，这地方有几条细小的纹路，这些纹路看得比较清晰，但是基本上没有任何扣感，那这一地方也是有点隐藏的细小纹路，但是基本上没有扣感，这条纹比较明显，但是也是无任何扣感。手镯的一个基本的内部是这样，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外圈，在外圈上这地方也是看得到有点纹，这地方，但是呢基本上它的一个扣感不是很明显啊，这地方其实看得到基本无扣感。手镯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边缘上呢虽然有些边，但是手指摸上去光滑度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打光的时候可能它的一个瑕疵会表现得比较明显，但是当上手以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这些棉是看得比较清楚，瑕疵还是有体现，但是大的瑕疵没有，细小的瑕疵有，一点都不用担心它的一个牢固性，而且用料也是很厚装，性价比也是很实惠哦。